不是，竟是窗户在作怪。我肠胃超差的，我很容易胃胀气跟胃痛，我这个怎么看都看不好。这边窗户怎么影响他的肠胃啊？因为他的怎么了，老师？就是一个。哎，对耶！吐是不是过一个洞，像吐就是嘴巴，所以会影响你肠胃。